一部好戏能成就一批演员，一批有演技的演员同样能带火一部剧。说到能保证收视率的演员，当红女星赵丽颖绝对算一个，但曾有偶像剧收视女王的陈乔恩几乎每部戏都能大火。陈乔恩和赵丽颖两个人都是最有希望提高收视率的女演员，从事演艺事业多年，两人却从未合作过。于是好多网友都在想，如果只有两个人合作，肯定会收视长虹的。这两个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却直言不会合作，原因居然他们俩怕把剧组吃穷，这样的回答也是相当搞笑了。在一次酒会上，当众的明星在走红毯求关注时，我们可爱的颖宝却躲在角落里面吃东西，果然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有食物的地方，吃货本性尽显啊。陈乔恩也是，不管是拍电视还是做节目，永远不会忘记吃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个的吃货属性真的是远近闻名啊。圈内好多女星为了保持自己的好身材都会进行节食，可是这两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放开了吃，真是太可爱了。